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赫赫妈妈。这副鞋垫呢是个招财进宝，然后上面有两个特别喜庆、特别可爱的这个小财神。然后这个小财神呢，我已经绣了一部分，就是蓝色、黑色，还有这个粉色的地方呢，我都已经绣完了。这副鞋垫呢，整体来说也是特别简单的。今天呢，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单独一格怎么绣比较结实。现在咱们要绣的呢，就是这一格。这一格咱们要单独起针，下面呢我给大家分享一种绣法，绣出来呢特别结实。首先呢，咱们斜着起针，穿到上面这个针眼里边，穿到背面。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这个红色的这个。压的这个线呢，一定要藏到这个白布的底下。现在呢，你看我藏的已经藏到这个底下了。然后穿出来，在这儿绣一个全针。现在呢，这一针已经绣完了，接着呢，咱们在背面收针。收针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收针，还有一种方法呢，就是说咱们也是可以斜着起针，也是穿到这个白，斜着起针之后呢，从这个白布里边穿出来。如果说大家还是觉得不太结实呢，咱们还可以从旁边，就是从线的这个针眼里边穿下去，再从别的针眼里边穿出来。这一针呢，咱们就已经绣完了。这一针呢，就是咱们刚才绣的红色的那一针，这是正面。这样绣出来之后呢，特别结实，而且呢，背面呢也是特别好看。